经常穿越时空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关于时间旅行的传说并不是近代科幻才有的产物。从古至今，无论中外，总有些让人细思极恐的时间悖论案例，像是历史中的漏网之鱼被发现的现代产物，出现在不该出现的时间与地点，留下无数难以解释的疑点。咱们先来回顾三个经典案例。案例一：霍金的时间旅行派对。2009年，物理学界一哥霍金搞了个神奇操作。 他真的举办了一场时间旅行者派对，但这场派对直到结束才公开邀请函。目的很简单，如果真的有时间旅行者存在，未来的人类就应该会收到这个资讯，然后搭乘什么量子飞船或开着德罗宁时光车，穿越来到2009年参加派对。结果你猜怎么样？全场只有霍金一个人吃蛋糕、喝香槟，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后来霍金表示没人来，证明时间旅行不可能。但也有人认为，霍金毕竟是被公认对黑洞最了解的人类。 如果时间旅行不可能，他是不会开这个派对的。案例二：英国古罗马遗址发现简体中文，这个更离谱。英国考古学家在某处罗马时代遗址中发掘出一块距今1600年的泥板，最诡异的是，泥板上竟然刻有5个简体汉字“吉姆在这里”。网络一度疯传，各路民间考古专家开始脑补：难道吉姆是时空旅人？他来过1600年前的英国，还特地留下这么一手签到。虽然主流学界一口咬定这是现代人搞的恶作剧。 但经过多种检测，这块泥板的确是古物没错。至于吉姆到底怎么来的，不知道。案例三：西汉海昏侯墓的神秘刻字，还有咱们中国自己的时间谜团。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了几枚金币状器物，名为马蹄金、零子金。但最让考古学家头皮发麻的是，这些公元前的文物竟然刻有上、中、下3个字，而且还是今天使用的简体字。你没看错，不是繁体，是简体。汉朝就有近代才出现的简体字。 这就太不合理了。有人说可能是巧合，也有人说可能是造假的。但最可能也最难让专家承认的解释是，未来人回到过去，留下了这3个字作为时空标记。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产生2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一种是真的假的啦，一定是 P 图、炒作、巧合；另一种则是靠，越看越像是真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细节吻合？无论你属于哪一种，这些案例本身已经足以说明一件事：人类对于时间穿越这个概念。 既深信不疑，又极度恐惧，因为如果穿越是可能的，那么历史、命运、自由意志、现实本身，通通都要被重新定义。这就引出我们本集的核心问题：时间是不是我们最大的幻觉？多数人认为时间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线性推演过程，就像一列开往明天的列车，每一刻都在前进。但问题来了，谁说的？这趟列车的轨道是谁设计的？列车长在哪？难道不是你每天早8被闹钟叫醒那瞬间才觉得哦？ 今天还得过，在上一集关于激励的影片中，我们讲过这样一个观点：当掌握的资讯足够完整，世界上没有随机，只有确定。这就意味着每一件事都可以被100%推导出来，只是你不够聪明，或者资讯量不足。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从更高维度的视角来看，我们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其实就像一张张定格的胶片，被串联成影片。而时间不是流动的水，而是静止的相册。 我们只是在这些胶片中切换视角罢了。这种想法其实就是快宇宙 Block Universe 理论的核心。宇宙的每一个时刻都已经存在，就像一本翻开的书，不论你现在翻到第几页，其他页早已写好。所以，所谓时间旅行，其实只是把一本书的角色从某一页拎出来，放到另一页。而这对于高维存在来说，可能就跟我们 P 图一样简单。这个观点，接下来就用经典蚂蚁实验来说明。 假设人类科学家正在用大量的微型摄像机观测一个平均寿命只有几天的蚂蚁文明，他们把这群蚂蚁的生老病死、社会结构、语言发展全都记录下来。由于蚂蚁的行为模式高度可预测，人类甚至能提前知道他们的后代会往哪个洞、怎么谈恋爱、什么时候吵架。于是人类科学家搞事情了，先写下几段蚂蚁语，刻在一块小铁片上，埋到蚂蚁社会的未来考古点下。然后等100代后，蚂蚁文明成功出现文字并开始考古，惊了。 文字还没发明的时候，怎么墓穴里就出现现代文字了？这一定是时间旅行。蚂蚁专家表示，但又因为缺乏证据证明时间真能穿越，于是这个事件被官方定性为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写进了蚂蚁中学课本《超自然现象与伪科学》。人类科学家微微一笑，这才哪到哪？我们再来个硬核点的。第二阶段实验，人类科学家用脑波传输技术，在蚂蚁睡觉时给他们做预知梦，梦里蚂蚁们看见20年后的城市。 街道甚至政治改革，当然，这里蚂蚁世界的20年，可能只是人类世界的1天时间。结果20年后，蚂蚁们惊呼：“哇靠，怎么跟20年前的梦一模一样？”这就叫预知未来。其实是人类已经知道蚂蚁的未来，把图像传给他们，蚂蚁以为是神机，但其实只是高维干预。这时蚂蚁国王慌了，你们都去信神了，还是来给我打工盖隧道？我还怎么收粮食税？于是开始封杀预知未来，称其为迷信，抓来一堆神神叨叨的蚂蚁。第三阶段实验，人类决定直接对蚂蚁王本人进行时间穿越。这里有两种方式：低成本方案，在梦里创造一个虚拟的未来世界，给蚂蚁王全程近视体验，醒来后在他身边摆几样梦里见过的东西，让他信以为真；高成本方案，直接把蚂蚁族群的意识备份上云端，透过代码修改让蚂蚁王实际穿越，类似电影骇客任务风格。由于经费有限，人类选择了第一种方案。蚂蚁王经历了一场震撼的未来之旅，醒来后彻底皈依，终于相信有更高维的存在干预了自己的世界，于是宣布全国进入宗教信仰时代。看到这里，有观众会反驳：“你这不过是修改梦境、操纵记忆，说穿了还是假的啊。”那请问又什么是真的？你说你昨天记得吃了火锅。那你怎么证明记忆不是臆想出来的？你说现在坐在办公室看这支影片，请问梦里你也有过一样的感觉？那现实与梦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都是基于记忆，但是记忆本身就是无形无质的东西，要怎么证明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呢？我们对世界的感知都是基于肉身，可肉身就是真实的吗？怎么证明睡住了以后的肉身和睡前的肉身是同一个？毕竟毛发变长了，体重减轻了，细胞又多分裂了很多次。万一是睡着的这段时间，肉身被销毁了，又被重新造出来了，就像人类科学家完全可以在一只蚂蚁睡着后提取它的意识，销毁它的肉身，然后把意识重新安装到新的肉身里呢？蚂蚁当然意识不到人类对它做了什么，那我们人类就能体会到吗？其实关于时间到底是不是最真实的幻觉，中国古代道家的理论已经把道理说透了。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交织的，不是一条直线。人在空间里移动，与在时间里移动是一样的性质，并未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古代道家需要把道象形化表述时，通常是画一个圆。我们所在的大千世事皆为过去，每一句话说出来就是过去，每个念头诞生出来就是过去，每个文字敲出来就已经是过去了。咱们珍惜现在的这种说法都是逻辑不通的，因为按照现代所谓科学的定义就不存在现在，所以时间与空间都是人类为了方便计量和描述自己创造的概念，就和上期聊的几率一样。而现代物理学家如霍金、彭罗斯也提出类似观点，如果时间是封闭的，那宇宙的结束也就是它的开始。所以也许我们并不是在走向未来，而是沿着圆滑滑的绕了一圈，回到另一种形式的过去。也许你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而是这一刻已经被你经历了无数次。时间已经证明是幻觉，让你每天冲浪的互联网是真的吗？下集我们将揭示另一个超级大幻觉，你看到的互联网世界其实只能代表真实世界的1%。如果你喜欢这种类型的节目，记得订阅、点赞、分享给想要提升认知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见。